将把下运球发的又低又转，首先是击球的部位一定要准，发到球的中下部，用力方向应该是向前下用力。要想把弧线控制低的话，一个是击球的球点一定要下面下来一点，接近于球台表面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用重心去控制球的弧线。长球跟短球的区别在于，第一跳，球的第一跳在球台的位置。发下旋长球的话，第一跳应该接近于球台的端线，这样的话才能把球发的线路更长一些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胶皮其实也很重要。像我们中国选手一般在胶皮上喜欢使用粘的胶皮，像我用的狂飙二胶皮，它表面粘性比较大，能够把球吃住，这样的话呢才能把旋转发足，把球能够发转。发不转球最主要是击球的，也是击球的部位，可能跟下旋球发下旋球区别是，一个是下旋球摩擦多一点，而不转的更多的是往前这种撞击更多一点吧。要想把弧线控制低，一个是也是通过重心，不转球它的弧线更容易往上冒，它不像下旋往下掉，更是需要人通过重心去把这个弧线压低。